怎么了？啊？当时我在等公交车嘛，远处突然有女生在叫嘛，好像隐约听到有救命的声音啊。他出来就施救，然后要打报警，他把我手机摔了，然后还把我拖着开车拖着走，我打一下就在打一下就走，你就这样把他拉出来。别动！别动！你把人家车子变成干嘛？别动！别动！你车子变成干嘛？哎呀！别拉！我手机！